在是早上8点整，这里是枋山的海边。哇，这里很多猫头鹰的木雕木刻。这个木头做的猫头鹰看起来还蛮可爱的。我再来吹一下海风。这个海浪多，好像有夹带很多的泥沙，这就是台风天的迹象。不过台风已经走了，带着个小朋友在拍照。来海边吹吹风的感觉是很不错的。享受一个人自由自在美好的时光。这里是屏东枋山的海边，算是一个休息站吧。因为夹带太多泥沙的关系，都灰灰的。